日原本是想香港飞往大阪，撞正风球最后改香港飞往东京，再转飞去大阪。疫情关系机上的人数寥寥无几，飞到东京落机，由于没乜人搭机，工作人员已将我哋的行李摆喺度。如果唔想停留喺东京，可以去附近住一晚酒店。呢间系成田机场东武酒店。如果巴士走咗，都可以由机场行去酒店，大概要15分钟左右。酒店嘅环境卫生都算唔错，当晚嘅房间亦温暖，唔包含早餐。酒店有班免费巴士，我早上7:30到东京机场，大约只需5分钟，相当方便。我哋系搭早上8:30嘅机飞往大阪。呢张系穿梭巴士嘅时间表，可以供大家参考。最好再向前台查询。内容纯粹个人分享，仅供参考。祝你都有一个愉快的旅程。